没有，因为这本来就不是真的、法律的判断更加证实这事情就是不是真的。聚集了更多人的爱心，让家福可以更有力量去推动保护儿少的计划。我们一起用爱包围孩子们。我自己有了小孩之后的这几年，我的 EQ 变得更好，然后包容度也更高。就是跟华哥在教育孩子这部分比较有共识。其实我们俩的教育是蛮一致的，虽然说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父母都会一个人扮白脸，一个人扮黑脸。可是我觉得其实双方的教养方式一致是很重要的，不能说你这边什么什么都不行不行，然后另外一边什么什么都答应。容易跟华哥撒娇吗？都会啊，都会。嗯，爸爸会更容易得到他想要得到的要求。反正女儿傻瓜吗？他真的还蛮疼爱女儿的，超快的啊！一下子现在都7岁了，现在都已经快要变成那种小少女了。热学钢琴，然后跳舞，还有游泳算才艺吗？游泳不算才艺，游泳是运动。还画画，我其实只是想要让他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东西，所以我不想要逼他，我不会逼他说你每天一定要练一个小时，要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他如果有兴趣，他就会自己会主动去做这些事情。